Hello， 诸君好呀，这里是军编部战史科，我是云北。纵观人类战史，引发战争的原因千奇百怪，总结起来就一句话，打你需要理由吗？需要吗？不需要。本期战史科，云北就与诸君说说因为欠钱而引发的科威特战争。如之前云北在两伊之殇中讲过的那样，战争耗尽了伊拉克的国力，亦使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，所以战争的阴霾消散，但伊拉克人身上的担子依旧没清，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。那么又为何去殴打债主呢？这里伊拉克人也有话说，科威特就应该是我们的第十九省，在边界上科威特借助地利顺走了我不少石油，你顺油我也忍了，但起码要有颗感恩的心啊。我打两伊战争那也是为了保卫这些阿拉伯兄弟而打的，损失总不能全由我担，看在同是兄弟的面子上，科威特应该减免150亿美元的战争债务。但科威特人的回答很干脆， No No No。 不仅如此，科威特还一直联合其他海湾产油国压低油价，使得本已捉襟见肘的伊拉克经济更是雪上加霜，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伊拉克人的神经。终于在1990年8月，伊拉克人想通了一个道理，你呀就是一小肥羊，还敢在猎豹身边嘚瑟，直接吞并，连人带钱就都是我的了。于是两伊之殇仅仅过去2年不到，西亚地区便烽烟再起。但这一次伊拉克人显然错估了形势，他们本以为美帝会坐视自己一口吞下科威特，却不料美帝深谙养虎而不让虎为患的道理，迅速叫来一群小弟将伊拉克团团围住，不仅将其打回原形，还打得惨不忍睹。在此云北只能语重心长地说一句，美帝套路深，不要太天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信息快扫码关注吧。